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快乐。今仔日是新历的十月十五，旧历的九月十三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有一个驾驶在云林台七十八线，和一台白色车、甲一台红色车前后包抄，搁一路甲逼车。这个白色车甚至灯前甲恐吓，当事人去报警，远警有开罚单。但是要求袂使你把影片传去哩网络。当事人质疑警方要假案，啊，警方不回讲事件会影响到办案。第七十八号线快速道路一台白色轿车出现伫镜头内底，这台白车敢若是不慢比超车，准咧加速切到头前，准咧慢速逼车。后车的驾驶本来想要切起来车道，赶紧要离开，又搁边啊这台伫啊哩等，只好点点啊搁切回原车道。同时，唔啦头前这台白车伫逼车，后边搁另外一台红色轿车，敢若是共挡的，前后伫夹攻。后来白车驾驶故意车内拿出一支短枪伫示威，后来民众去警察局报案。警方虽然有开单，也阁要求这个民众唔通将影片铺上网络，敢讲是想要假案。因为了隔日被起相关卷证去实施搜索，为顾及相关证物的保全，避免提早曝光，当下有商请被害人当日误将相关的资料铺网，然后已被隔日查起。警方定时讲，这是为了避免流涉案情影响办案，绝对不是要假案。经过原警的调查，白车姓廖的驾驶和红车姓杜的驾驶，因两个拢唔捌这个被逼车的民众，可能是快速道路引起的纠纷，白车才会逼车。两造并不认识，可能西道路上有相关的行车纠纷，还是造成了误解，引发相关的冲突。当时，这查甫人为车内拿出来穿，不是真正的穿，是假穿。两个查甫人经过较无二十四点钟，就被警方抓到。问过笔录了，伊就违反恐吓罪上班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